场。那你有看到我们下降的路径？那我现在所看到的是机场的环境。按 next 之后呢，
它就会有告诉你，你的第一个是就是你的落地的精确度，你看我抓的就是接近满分的5000分，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